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这一集很特别，我从台湾带科学面，让大陆的遇到的朋友吃吃看，看他们吃的表情。打开吃吃看，会吃吧？会吃，知道怎么吃吧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跟再来一刀。跟内地的干脆面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。完全口感不一样，对，不会很咸，啊，很顺口，会越吃越想吃。还有其他姑娘来，可以，好不好吃？说真的，真的好吃。零食，我们这边的面就是比较咸，你试试看，带点胡椒香气，还有葱。你拿了吗？我没拿。可以试试看，科学面。是什么感觉？你问他吃一下就知道了，真的好吃，不骗你。不是这样吃的。因为内地的干脆面是比较死咸。葱姜。还有胡椒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对。口感怎么样？好吃。你本来就是碎的吗？还是也是像那种面那样？没有，它本身这种小包的就是碎的，大包的是要去捏碎。它有大包的。我们都是捏碎的呢。我们自己捏的。对呀，它也有，但是一般我们这种家庭号的分享包，就是它会做成这样小，它事先已经弄好了。吃吧。好吃。你刚吃完晚饭，你再吃这个的感觉就是好吃，代表它是真的好吃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刚吃完两碗晚饭，然后再吃了一包这个面。对，他吃完饭下来的，我没吃饭。你没吃饭？我没吃饭。真的？那你赶快想。一般来讲，要吃完饭再吃，觉得好吃才是真的好吃。这样的？那我是没吃饭。给看一下。OK。科学面。大陆的朋友要吃的科学面，试试看，不是整人的啦。嗯，还不错，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干脆面，葱香味的，这个味道。但是它不是像我们内地的那个干脆面那么咸。嗯，对，它很脆，特别脆。脆，而且你慢慢吃，你会吃了一包还想吃第二包。所以说呢，那一包吃完，我可以送你一包。这么一个，谢谢。嗯，这蛮好吃的。这是家庭号的。这真的不错。这是他的最爱。是吗？你去哪里都把它带上吗？没有，我这次特意来大陆带科学面，我想说让遇到的好朋友都尝一下它的味道，是吧 ？OK， 测试的结果都满意。我是 DJ 阿周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。请记得帮我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按个赞，祝各位顺心如意，后会有期。